Hello， 红漫杂志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王浩轩。其实每一个剧，它其实都是不一样的人物，以及不一样的剧作，还有不一样的时代。其实每一部戏，我觉得更多的是给我不同类型的一种经验，以及让我体会他们每一个角色的不同的一个人生。我觉得更多的经验，其实是让我越来越熟悉，越来越了解这个职业的应该做的一些东西，以及一些可能专业上的一些技巧。对，但是每一个角色给我是，我觉得是越来越积累的东西的。我饰演过的每一个角色，当然我都会对他们有很深的感情，对吧？我都还是蛮喜欢的。比如说像徐永义的那种，他自己从前期到后期的一个转变啊，这种转变呢，对那个时候我还比较青涩嘛，刚开始演戏虽然还是比较难的，然后也去钻研了一些。像苏万和徐阳都是特点非常鲜明的人物，这些因为他们都比较极端的，可能跟普通人在生活中不太一样啊、比较极端的个性对我来说是一个还是蛮大一个挑战，但是我觉得我还是尽力的去完成。对，比较想挑战一些拍起来轻松一些的角色，不能说挑战了，反正就是还蛮想演的，因为想看一个自己在轻松的状态下能够是怎样的一个诠释。因为很多时候，当你在一个比较设定的、比较完整的一个环境里，其实你自己的发挥空间是比较小的。我觉得大家自己喜欢就好吧，我觉得不太看 ID 的，其实看缘分，因为看缘分了。对，其实我应该是先注意到他说的话，然后再看他的名字啊、头像啊那些的。就像他们想看一下军装啊，包括很多军装帅哥想看别的是一样的，因为我也没有尝试过那些东西嘛，就是想尝试一下那样的戏。因为对我来说，尝试过这种你像爱情戏之后，又会去想去尝试别的。目前来说，可能能想到的就是这样。大家听到是什么意思？展现出一种总能把天聊死的技能和种种耿直的行为，感觉天生的吧，是天生的，就反应稍微这些方面快一些吧。羽绒服啊，然后其他的东西都还好。羽绒服是真的，有时候你不穿羽绒服的话，你可能就冻得很难受了。休息一段时间了，真的，这是我觉得很真实的第一反应。就脱了吧，夏天脱了可能还挺凉的，冬天脱了，你买个脚套嘛，戴上，冷。有多少楼啊？这么楼，我都不敢说太大了。十吗？10和30吧。你说这么少吗？你好几百楼了，你给后面点人机会呀。那就是333吧。休闲足球服或者制服，诱惑白衬衫我可以。白衬衫你想要看的三种。白衬衫其实应该蛮多的了。休闲足球服的话，运动服应该拍过不少。足球服，你不是球衣吗？球衣的话，应该也有。但是这两个其实都是有的，真的都是有的。今天我应该也拍过白衬衫的东西吧，然后制服诱惑，这个我没明白什么意思，啥样制服比较诱惑？像是什么白大褂什么的，对，我觉得有机会吧，就一三都有，之前都有，也不少，中间这个看看怎么样才能诱惑到你，是吧？对，像这个中间这个，你这说的太模糊太模糊，苏迷苏鞋。希望你能开开心心，每天快快乐乐，幸福幸福的吧。开心就好，开心生活，健康生活最重要。我想问一下，找到了，今天也想吃鱼圆。对，我想问一下，哥哥为什么每次出差都能找到自己的死角？这是你们哥哥360度全方位全死角。为什么每次找死角？没办法，就全死角。下次争取找到361度，好吧？当然也是祝你天天开心，身体健康，然后每天都快乐吧。对。
球，是你的男粉说，问一下哥哥，能不能不要每次都只出女粉，给卑微的男粉一次机会可以吗？谢谢你们的支持，感觉还是是一种缘分，是一种缘分了。因为你们认识我，还是挺有缘分的，就谢谢谢谢。这我还能自称哥哥，不能哥哥了吗？对，也可以说哥哥的话，那我就希望你们能够成为更优秀的自己，更好的男人，有担当。生活加油，事业加油，学业加油，认真的走心的。铃铃铃铃铃，起床了，我已经在饭桌前等你了，快起来吃饭吧。那今天就到这儿了，好吗，朋友们，拜拜。